嘉禾议员则积极争取中立体育园区规划做桃园巨蛋，目前正在进行志宏池工程，预计完工后可以比照台北做巨蛋，打造流行音乐中心。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嘉禾在5月30号的时候啊，向市府争取啊提议啊建一个桃园巨蛋。那么我想我用手指的比的大概的范围区块，就在我们这个环中东路路边的体育园区啊，这个场馆的所在地的位置。那志宏池的部分大概有3公顷多啊，原有的这个体育场用地大概有10公顷，所以我们相对的在志宏池完成之后，大概会有6公顷多的啊这个用地，作为我们桃园的第一座巨蛋。我想这是对于我们整个桃园的啊发展繁荣是有一大一个帮助助益。长时间以来哈，我们桃园的建设发展都是重北轻南，所以嘉禾身为南区的民意代表，对于这个南区的南桃园的建设争取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也突发奇想，看到我们台北巨蛋以及东京巨蛋的发展，带动地方的经济繁荣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会有了这个念想啊，所以在提议我们市政府在未来的时间内啊，对于这个体育园区的原来的场馆位置，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桃园巨蛋。我想这近几年哈，我们很参加了很多的一个国际盛事，甚至说像我们国内的演唱会、国外的国际的演唱会，都要跑到其他的县市去。那我想对于桃园市民，可能在这个方面这一点有比较不公平的地方。假设我们桃园市政府如果为这一点来为我们桃园市民做一个更大的福利的话，我相信这是我们桃园之福。桃园最近这几年的进步是大家看得见啊，尤其在经济繁荣这个部分，我想很多还有很多一些缺失。那基于就是这些缺失都是因为一些基础建设可能不够完善啊，所以说对于基础建设呢，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桃园市民来享用。而且我们桃园市这几年的人口成长数啊是全国第一，那我想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就有必要做好更多的一个基础建设。演唱会经济正夯，观察日本东京巨蛋、台北跟高雄巨蛋，透过举办演唱会带动人流与前潮，让区域蓬勃发展。桃园目前仅有桃园棒球场可以开演唱会，但场地并不算合适。桃园市立体育馆硬体规模不足，交通停车也不容易。因此，吴嘉禾议员建请市府在中立体育园区规划桃园巨蛋。现有中立区的建设，以这个青埔建设为最大一个区块，那再来可能就是体育园区这一块。那这一块的区段征收，相对的它的公共设施相对是比较完整，尤其在交通动线这个部分，我们从73公顷多的面积里面增加很多的啊这个交通的这个建设啊，对于未来的这个交通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跟协助帮忙。那基于这一点，我想刚好这个地点就在我们捷运站的边上。下的捷运站就是场馆，所以这各方面的考量，观察其他的都市的巨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得天独厚一个条件，所以嘉禾在这里我极力争取啊，这桃园巨蛋啊，在我们体育园区来诞生。体育园区整个区段征收的工程预计在明年2月都可以全部来完工，那相对的所有公共建设都打通之后，对于整个后站的交通流动量会产生很大一个效益，所以在这个部分正好符合我们比较多的人口进出的一个场馆的一个需求。那我想在台北巨蛋里面，它的动线就是碍于很多的一些考量，所以没有办法如期来完工，也拖到最近这一两年才能够如期的完工。那我想这个前期的作业经验啊，可以作为我们未来桃园巨蛋的一个经验，做好我们桃园巨蛋这个更好一些规模。其实后站主要道路动脉有两条，一条是龙岗路，另外一条就是中山东路。那对于这两条主要动脉交通动线我想在短期之内市府应该想办法这个全线来打通。如果拓宽之后，我想整个对于整个后站的各方面的建设繁荣进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体育园区原来它就是沿着环中东路跟中山东路、龙岗路这三条马路这个范围内框架范围内，那也因为开发时间比较晚，所以它后续的开发会比较完整。那真的今天有取得这些用地的取得，我想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我想这整个面积有73.7公顷左右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区段征收一个范围。如果这些公共建设都能做好的话，
我相信不但是中壢的进步，更是桃园的繁荣。随着房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让台湾青年无力负担买房，居住正义也成为当代社会议题。但政府多以照顾青年角度出发，对独居长者的居住正义却相对不足。吴家和议员呼吁政府多照顾年长者，保障他们的社宅福利。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屋 买房子，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由于用地取得困难，所以使得房价高涨，让他们没有能力很轻易的去取得房屋，所以一般现在大家都朝向社会住宅这个抽签的部分。那相对的，社会住宅的供需是不足的。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也想过很多办法，如何来增加社会住宅，包括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区段征收这个提园区里面就有几个是我们社宅的住宅用地，所以假以时日，这个部分会完成。那也相对的，这人口成长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也正好符合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能够符合未来的需求。以现有社会福利而言那我想我们的政府做的确实都还不够，但是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怠步就停滞不前。我想这是一个政府要负责任一个态度。我想在未来嘉禾在议会的争取，我相信我会竭尽所能尽我最大的能力来争取我们所有公共福利尤其是老中青各个层级的这个福利应该都达到各方面的一个需求满足点。当然这个满足点是很难达到，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到这一个方面。就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我想基本上现在青年居住的比较多，但是不能忽略了老人的这个居住权。我想现在老人也产生很多一些住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政府应该也在这个部分多加琢磨，注重我们老人的福利，来甚至说社会住宅里面有一定的保障留给老人福利社宅这样子。